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生活向导节目，我是千瑞。今天我们又来到了 Saramonte Subaru 车行，来这里参观一下它的2023年的 Subaru Crosstrek， 顺便打听一下它最近有没有什么促销活动。2023年的 Crosstrek 有五个版本，分别是 Base、 Prime、 Sport、 Limited 还有 Hybrid 版本。Base、 Prime 和 Hybrid 版本呢，配置 2.0 升水平对置发动机， Sport Limited 是 2.5 升水平对置发动机。 Base 和 Prime 拥有152匹马力，145磅英尺的扭矩，油耗是高速33英里每加仑，城市28英里每加仑。手动变速箱版的油耗呢，是高速在29英里每加仑，城市22英里每加仑。Sport 和 Limited 版本拥有182匹马力，176磅英尺的扭矩，油耗是高速在34英里每加仑，城市27英里每加仑。Base、 Prime、 Sport、 Limited 可最大拖拽1500磅， Hybrid 可拖拽1000磅。 Hybrid 版本拥有137匹马力，134磅英尺的扭矩，有着 8.8 千瓦时的锂电池模块，全电模式下可以行驶大约是17英里。在充电方面呢，120伏电源供应下需要5个小时才能充满电，240伏电源需要2个小时就能充满电了，加满油还可以续航516英里。我们再来看看油箱的大小，除了 Hybrid 版本呢是 13.2 加仑的油箱以外呢，其他版本呢都是 16.6 加仑。全车系拥有 8.7 英尺的离地间距。Base、 Prime、 Sport 版本呢配备17英寸的轮胎， Limited 版本配备18英寸的轮胎。全车系都标配了这个车顶行李架，全时四轮驱动也是 Subaru 的标配。Subaru Crosstrek 是 SGP Subaru Global Platform 为基础而开发的新车款，这一代的车款的车身尺寸与上一代差不多，乘客空间 100.9 立方英尺，行李箱在不打开的情况下有 20.8 立方英尺，把后排座椅放倒之后就会有 55.3 立方英尺的储物空间，还是比较大的。全系配备标准的 iSight 驾驶辅助系统，可以选配自动转向大灯，就是在夜晚开车时大灯会随着转向来变换角度，以及主动驾驶辅助系统。挡风玻璃内侧上方装置了两具 CCD 摄影镜头，配合 VDC 车辆动态控制系统，可针对车间距离、弯路、行驶路线偏移等状况提供警报给驾驶者。当设定巡航定速时，如果与前车距离过近，系统还会自动减速。四轮 ABS 防锁死刹车系统、恒温空调、盲点监测系统、车道辅助系统、车后交通警示系统，以及在转弯时能亮起的转向感应灯等等非常多的驾驶安全辅助系统。 Crosstrek 这款车呢，不管是从动力方面还是从续航方面都是足够用的了，不管是日常生活上下班还是出去野营啊、越野呀、都是足够的。又因为它的车身呢比较小，所以在比较拥堵的城市当中停车也是非常方便的。我们今天的车呢就先介绍到这里，转眼就到年底了。 Saramonte Subaru 车行现在又推出了一款年底的促销计划，只要在12月31号之前，不管您是买新车还是租车，都可以得到两张太浩湖的滑雪季票，也就是说在滑雪季的时候你可以无限次的去太浩湖去滑雪啊。如果有兴趣的朋友，欢迎来到 Saramonte Subaru 车行来咨询。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有关 Subaru 的其他车款，欢迎来到 Saramonte Subaru 车行，这里的华人销售将竭诚为您服务。那他这里也有收车服务，所以您家里有二手车的话，也欢迎来到这里咨询。好，今天节目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看，下次节目再见。